Kumo 这个品牌呢，它是源自于日本，现在已经在全世界风行的60年，到目前为止有51个国家430万的孩子正在接受这一套教育品牌的学习体系学习当中。在2017年，我们台湾孔蒙也正式导入了这个国际品牌，正式与国际接轨。我们把这个教育的品牌带入了台湾，正式的开放乐于从事教育的工作伙伴，还有喜欢教育的朋友们加入我们的行列。我要先说明的是，它有一套非常棒的教材，而这一套教材是能够帮孩子自学自习的教材。我们把孩子从幼儿一直到高中、大学的学习领域的内容编到这套教材里面。而这套教材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把要学习的内容分为小阶段的步骤，一步一步的小阶段的往前来前进。库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个人别、能力别，以孩子为学习主体的学习模式。我们会透过一个学历诊断测验的方式，透过这个测验让家长还有我们的老师更进一步的了解孩子现在学习的状态，透过了解的状态为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学习的起点。Kumo 是一个国际的教育品牌，它之所以能够让51个国家都能够适用这套学习的方法，就代表这套的学习方法已经跨越了种族文化跟国家政策的藩篱，完完全全不会受到我们的教育政策或者是你教学的版本、参考书的版本的不同而有所差异。Kumo 之所以强大，就是有一批非常专业的 Kumo 老师来帮助孩子学习成长。专业的老师从进来的一些教材的指导，他要接受一些儿童心理学的训练，他要了解如何去观看孩子学习的一个意识跟态度。我们也会透过国际性的学术研讨的一个交流，让我们的专业师资能够跟国际的老师彼此来交流学习案例的分享。首先我觉得Kumo 的招生的对象是非常广大的，我们的体系从2岁开始的幼儿一直到高中大学的学习的领域都在里头了，所以不管是幼儿、国小或国高中生都能够用自己的步调在我们的场域里面来学习。第二个部分，我们的学习是一种流动自学的方式，每个孩子如果学习一个科目是30分钟，他学习的一个时间很可能是在1个小时或是半个小时就能够完成，他就能够离开这间教室，因此教室的座位数能够非常的有效率的来应用。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加盟主在他的家庭跟事业当中都能够享受更有质感的生活，他能够创造一定的营收之外，他也能够兼顾他的家庭，陪伴自己的家庭跟孩子来成长。我们对于每个要加入Kumo的行列的加盟主，在开班前我们会带领他们深入市场去做一个市场的分析。我们有3个月完整的专业的培训计划，带他到Kumo的教室里面去观摩实习，让他在营运初期之前就掌握了接下来要如何的营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帮这个加盟主做好招生的规划。开班之后，我们会由我们的营运的专业咨询顾问会陪伴着这个老师，我们会跟他一起做好营运的工作，务必让每个加盟主熟练整个Kumo教室的营运状况。每一个Kumo的加盟主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同时能够在事业与家庭当中创造更有质感的生活。能陪伴自己的孩子学习成长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情，同时又有一群拥有相同教育的理念的伙伴一起来打拼努力着。我们加盟总部也会尽一切的之力来协助每一间的加盟教室，让它提升营运的效率，让加盟主无后顾之忧的来实现家庭事业理想均匀的局面。欢迎加入Kumo的行列。